好难打呀、啊！尽量打头啊！我给你一刀，没完了你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，欢迎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《棋子世界》啊，好吧，咱们呢现在接到一个任务啊，什么任务呢？是哪个？是这个吗？我们看地图啊，这儿啊，被丢弃的玩偶，咱们去看看怎么回事啊。这个纪念品商店那儿啊，有这个异常的现象，咱们去看一下怎么回事啊。那个地方是哪儿？那个地方。好，咱们装备呢差不多了啊，我弄了一把这个 MP5 冲锋枪，然后带的这个穿甲弹还挺不错的，咱们去看看啊，这样可以滑翔模式飞过去，摁 F 摁空格键啊，连续摁两次就可以了，再摁一次就下来了啊。OK， 前面有个废车，废车后边呢可以收一点那个什么啊，油什么的，我看看有没有啊。防护服，我看这几个车辆有没有啊？没有，咱就走吧。有，弄点物资啊。运气好的话，还能搞点那个混合油。这个油呢，可以给摩托车啊，这个加油用。要不然我们的摩托车就用不了了。OK， 摩托车招出来，哦，200多米啊，不太远，咱们开摩托车过去吧。这个摩托车呢是摁 G 键啊，就能一直召唤这个摩托车。哎我去！这是狼啊，我头一回见狼啊，这是狼吗？撞倒一个，哼，撞摩托车上面是开不了枪的啊，干我来了，撞死你，三头狼啊，撞死你，来追我来了，哎呀，四个。好，咱们看看用冲锋枪能不能干他们啊！哎呦哎呦哎哎！跳跳跳 ！OK， 还有一个吧，应该扒皮，嗯 ，OK， 然后再来这个，再来摁 F 键啊、嗯！还有个狼是跑了吗？好像是跑了啊！换下弹夹，养成个好习惯是吧？走，还得往那个目标处啊去看一下。这还有狼呢，小兔子，撞死你！这地方有一个玩偶商店啊，这儿。OK， 小心点啊！把那个N键打开啊！哇，好难打呀！死了吗？死了，死了啊！收取。好，交谈啊，怎么回事？那天安娜哭着被她的父母抱走，东西都来不及收拾，家里乱七八糟，他们只顾着逃命。她想把我们带上，我们三个可是乔纳是送给她的呢，但是被她妈妈丢掉了。她的妈妈觉得我们是累赘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安娜还爱哭吗？有没有好好长大？哎呦我的妈！小心点啊！好，点 Q 键啊，这儿有一个僵尸。尽量打头啊！哎呦我的妈，吓我一跳！摁 V 键，近战攻击。哎呦我去，吓我一跳。OK， 摁 F 键啊，捡起东西。还有这个，拿吧。交谈。安娜的爸爸妈妈总是不在家，都是绵羊陪着她吃饭呢。如果没有我，她又爱哭鼻子是吧 ？OK， 这边有点物资，拿一下。摁 F 键啊。OK， 菜谱拿着吧。拿完了吗？拿完了啊。还有一个玩具应该。查一下啊，这外边老显示有东西。哎，不是，是车库里边。我的妈，看不清啊。哦，这边有个车库。我这个枪还挺好用的啊，收集一下，箱子翻一下啊。OK， 拿吧。还有一个啊，没找着呢，奇怪的玩偶是吧？上楼呗。他们家房屋结构是这样，下边有个跟上来了吗？别吓一跳了，我能穿出来东西啊。尽量打头。还有这个玩偶，说白了爸爸妈妈已经带他走了是吧，你都不知道安娜晚上可爱哭了，多亏我小熊陪着他。 OK， 完成了是吧。打开玩偶宝箱，玩偶宝箱在哪儿呢？下边啊，这边是阳台，这个是吧，玩偶的宝箱。 OK， 得到东西了啊。去汇水营地找到乔纳森，和他这些玩偶似乎有关系。OK， 咱们看看能不能快速传送啊，摁 M 键，这儿咱们得打开一下，我们在这儿呢。嗯，那这个任务咱们也接一下啊，离得近吗？那边啊，90多米，走吧，前往
河畔纪念品店寻找异常物，姜饼屋。打死他！还挺能躲啊！哇，打好费劲呐、啊、！OK， 打死了。他们是哪儿来的呢？是那个空间裂缝里边啊，他们是异世界的东西。哎呀妈，好多的羊驼啊！这能打吗？刚才这羊驼动了，我感觉。这个冲锋枪射速也挺快啊，也挺好，就是这个弹夹容量不太多。还有吗？说这地方挺诡异的啊，打个响指，那边有东西。还有什么东西吗？羊驼，出现好多羊驼的玩具，说啊，怎么这么大？就是他了，姜饼屋。姜饼屋，这玩意儿我老早觉得不正常，快收容掉他，快收掉他，收他。哎，我们怎么被越来越多的羊驼包围了？又变成羊驼了。陈竹记，有事假，还是那个姜饼只有他是真的。OK， 叫这个姜饼屋是吧？姜饼屋将自己伪装成羊驼，利用空间法则找到他，是这样吗？这有柜子，咱们可以翻一下啊，是吧？有这个物资，咱们可以做装备啊，装备修复啊，什么之类的啊。这物资拿一下，这也看不出来哪个是啊。哎，这刚才动它了，好像好多呀、啊、这里边没有来的我记得。背包重量让你感到吃力，咋的了？哎呦的妈，哦好了是吧，哦原来是他啊。咱们瞅一眼啊，这边任务完成了吧，收容现身的姜饼屋。哦他出来了，这玩意儿是吧，给他收了。 OK OK， 可以。好，咱们看一下啊，这边还有一个啊，收容他。那咱们往这儿也去吧，我看看这附近还有什么咱们任务没有？没有啊。这儿去完是咱们再去这儿啊，工业区。然后这有一个空间锚点，是这个负责传送的那么一种功能的啊。那我看一下啊，现在是这个方向。哎，这边是回去啊。我去这儿看看吧啊，这是哪儿啊？往这个方向走，摩托车招出来啊，按 G 键。OK， 走吧，跟着地图走啊。这个很多人可能挺好奇的，这摩托车怎么加油啊？我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按停，然后下来，按 F 下来，然后这儿有啊，看见没？注这个油，点击这个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给它加满啊，这样就加满了。好了，然后骑上它，你就会发现是吧？这个油已经满了。那边400多米，咱们从山坡这边上去看看啊，看看行不行。这边我这个摩托车呀已经1/3损坏了啊，回家应该给它修一修，有个车库就可以修。哎呀，这边是个山坡，那咱们就往这边绕过去吧。这旁边呢有很多矿石，你可以搜一下啊，如果你要是想挖矿的话。剩100多米，小心点路。哎呦我去，哎呦我的妈，在那边120米，这有个大沟。哎，咱们看一下路况啊，再往前走，下边是路啊，公路正好。好，然后从这绕过去，然后顺着这坡上去啊，走啦。OK， 你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你是灯泡人吗？踢怪客啊！有新的委托吗？真高你能及时到这儿，为何接受下一步？好吧，清剿工作。起因是一支会水派出的商队。会水是个营地啊，派出的商队是吧？却在回城上，其属是一支虚寒机。啊，无锡的人即使抄近了，谁直面体的陷？有一个机变体的陷阱是吧？把那些商队的人都给弄死了。和宾客莱顿的德林克莱，正是这位路人下定决心血债。OK， 清剿这个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打了啊。OK， 他亲赴城这种事就应该找专业人士啊。这个死者有个死者的妈妈是吧，应该是出的那个赏金要去打去，进入副本。空气没来呀、啊、前往组队进入副本。我自己能打吗？虽然没能，我试试啊，就是这个地方呗。 OK， 子弹够不够？应该是够啊。 OK， 然后把我的这个是吧，我的这个萌宠招出来啊，咱们探一下看看啊，他不跟着我你怎么？打个响指，探一下路啊，别吓一跳啊！这边有声音。哎呦我去！哎呦我的妈，不好！我摁出来那个什么了啊，建造模式了，好难打呀、啊！尽量打头啊！我给你一刀，没完了你！哎呀，他还会开枪呢！
僵尸会开枪啊，了不得了。那个谁呀、啊、你过来呀、啊、他不动他了，啥意思啊？回到摇篮，你别回到摇篮呢，跟着我呀、啊、无法使用。哇，你是真没用啊。打他们我怎么觉得还不如用刀了，还有人开枪呢。哎我去，哎呀我快死了，撤撤撤，打着我了啊，扎一针。哎呦我的妈，好难打，卡着这个地方吧啊，扎一针。还是拿冲锋枪吧，往哪追呢，拿个枪啊。击败区域内的敌人首领啊，哦他们是远程，看着没，哇他们伤害好高啊，我感觉我打他们有点费劲呢、啊。这个地方卡着挺好啊，点射能好一点啊，药不太多呀，这有个箱子可以翻一下啊。好，继续探吧，东西都捡了啊。他们的头在哪儿呢？是从这儿走吗？是，门打开，我的个天哪，好阴森啊这地方。哎，我的。